橘子，听说你在个小花店打零工，我儿子现在是一家500人企业的主管，要不要帮你安排个工作呀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橘子被500强斯芬克斯集团录用了，要不是副总裁追着喊着要他去，他都不愿意呢。留在小花店多自在省心啊，大企业就复杂多了。是吗？女人呀，最重要不是干得好，是嫁得好。橘子，你妈可常念叨着希望你找个男朋友。橘子才不缺男。子橘姐，这事可别瞎说。你看家里就你们俩，想换个水龙头，修个灯泡都。这些我自己也会。看个米，有外卖呀。来了来了，你的米到了。你看三姑婆，男人会的我都会，干嘛非得找男人？是吗？这是。你果然在这里。哎呀，橘子，还不快跟二舅妈、三姑婆介绍下你男朋友？什么？橘子男朋友？真不错，今天小年夜，来来来，刚好赶上吃饺子。小年夜？明天才是小年夜，应该吃汤圆年糕吧？什么？明明腊月23才是小年夜，吃饺子？腊月24小年夜，吃汤圆年糕。饺子？汤圆？23？24。看来你俩不合适，我不同意你们在一起。走。第一次见家长，怎么会这样？宝宝们，你家的小年夜是哪天？